哈哈，药师波波，好开心啊 ！We are family， family， 红底锁，波波 is family， 光头 family，、啊、光头 family， 你们这些光头，波波是我们的，走开 ，family， 走开，跟我们走。啊、不，波波，波波，光头 family。接受任务了吗？在开始之前，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规则。等一下我们就是全力的乘这台风扇车，然后它会制造出强大的气流，推动我们前面的车子，然后去拯救我们远方的波波。这个公主看起来让人家很有动力。我没动力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光头妖姬呢？来，那如果你达到第一区呢，就是500。等一下能不能拿一张呢？那第二区呢？我们的奖品区你可以自己挑一样。好，那我就先来示范一次。男生的重量是车体加上1公斤的旁边。来喽，拯救波波！成功了！刚刚我的最快速度到多少？60左右。然后大概维持了10几秒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是到最后面才到六十。哦，因为我拯救波波的心越来越强烈了，最高点都让到。对，我本来要放线，但我想到不行，我们的波波需要被拯救，所以他其实是要到达一定的速度之后，你要持续，要盯住。对，你再停下来到后段就很难加速。那我感觉我很快行了，我大概只有5秒，试看看，试看看。好、啊，那我们药师示范怎么样拯救波波，我们拯救不了。出发，出发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来来，持续，持续，加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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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这个63，因为你也是到最后才拼到63。我们这边车头也做个记号。好，那就是我跟药师都成功的达到第一区，然后救到我们的波波。那你如果能超过药师，我们除了奖金以外，我们礼物区自己再挑一样。啊，如果你能超过我，奖金以外，礼物区2样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好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要加码吗？碾过波波的话，碾过波波，碾过波波30张入场券。对，一个月。你啊，撞到了，如果只是撞到，是这样。撞到也可以、啊。30张啊。哦。不爱。哇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勇者挑战看看。好，我们第一位挑战者要去拯救波波，有没有信心救出波波？刚刚在旁边看，感觉有点困难。好，那我们出发救波波，波波。你其实你的速度有到，你的速度还 OK， 但是你前面是不是滑掉一下？滑掉一下，车子停下来了，所以它就没有再往前推的动力了。不过你还是成功的到达了我们的第二区。哪一个口味？左边那个。挑什么？两个都给你了。是，可以。我们第二位挑战者，知道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？应该是要往前冲就对了。对，往前冲就对了。碾过波波，碾过波波。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我们救波波，出发，出发。应该是
他对这个东西还有一点不熟悉，因为他刚手也滑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有点溜球，要再多练一下。对，你嘴唇已经发白，刚吃饱，刚吃饱，刚吃饱啊！下次记得空腹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挑你要哪一个口味？这一个好了。你要说小朋友才做选择，小朋友才做选，全都要。太贪心了，都给你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女车手出现了，既然是女生来挑战的话，就跟男生会有点差。男生是两片0.5的，所以女生会拿掉一片，好，只剩下0.5公升。准备好要跟着我们一起拯救波波了吗？没有问题，准备开始。有震动了，有震动，可以，没有机会上去了，再快，再快。今天的任务吗？拯救波波。没错，大概知道。把波波撞死。把波波撞死。我有看到血流成河。这么凶哦！来，那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好，好，尽力。好了。好，准备。那我们就出发，出发拯救波波。拯救波波。来，开始。他的最快速度到60，但是你看一下他的记录，他的记录几乎已经跟我差不多了。这说明了他很快就把速度拉58以上，因为我大概踩到64、65，然后到这个位置，但我加速比较慢，我是到很后面才吹到。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还在那边抓那个，对，还没吹起来，所以他是特斯拉，他的爆发力蛮强的。我们今天第一位奖金得主救出波波的强者，自己挑一张。他真的在挑，他真的在选。但我觉得他今天真的很强，他表现真的很猛，真的蛮猛。所以我觉得那个奖品区让你挑两样，来拿着。还有，这个是我们蔡老板赞助的单次入场券，应该是月费的，可以揪朋友一起来。OK， 对，下次我就要看到你跟朋友一起练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没有，恭喜，我是杨宇，我是，很强哎，很强哎，前面三个其实最高速度到55，然后只卡到这么远，可是再多一点动力就可以把车子推到。差这么一大段距离，不简单。所以其实这东西爆发力、持久性都很重要。前面要够快，而且要够持久。光是快没用，3秒钟就下来了，那也不会往前。波波，我们来拯救你了。最高速要多少吧？好像六七了。六七，六七。对。哇塞！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惨状好不好？我们六七也撞到人了。我们这
这个会上社会新闻。还没倒，还没倒，盯住了。肉身挡车，肉身挡车在这里，这个画面。我们恭喜激励与体能的这位初哥，成功获得我们今天奖金500块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准备的惊喜奖品，还有这边。哦，你真的真的强，真的谢谢，真的强，谢谢谢谢，欢迎欢迎常来啊。大哥练完了，完了。有，有，撑着三秒，一二三，有，撑着三秒，一二三，二三。今天要不要回去前试看看？再来挑战看看，没踩过，没关系，你一定踩得到，我看好你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你一定踩得到。我们准备出发。救出波波了，今天没有白来了，今天没有白来了，假的，对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有了有了，有有有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你成功救出波波，有这个有这个奖金。Flashback， 就是，我没踩，其实他有技巧，他有技巧，对对对。三分钟前你说了什么？说撞到波波多给他1000吗？啊，我说了什么？2000。我说了什么？你说了2000，总共2000就可以了。哦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不要太开心。好，我等一下。啊，钥匙的钥匙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，再见了。好，你怎么往回踩？哎，你要波波加速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很快很快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很快很快，撑着撑着，再来再来，还要再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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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快，再快，好累啊！我跟你说，波波。不过，你今天有4000块要算在你身上，你知道吧？恭喜今天赚了2000，然后你还有礼物可以挑，恭喜！默默走掉了，我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我已经没有钱，我们已经干了，口袋空空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风扇车。拯救波波计划了，也算是送了很多幸福出去了。没错，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有成功救到波波，还有直接拧过去了。哦，直接拧过去，三个拧过去的。虽然是我们喷了不少钱，但那个画面看的也是蛮有趣的。而且，要不然你要说蛮难过的，你知道吗？蛮爽的。虽然波波今天没有办法到现场，但是他的精神在那边。没错没错。好，那今天最后呢，我也来拯救一下波波。